边很和谐，哦，看一下，这个、明明有枪，追他，两边一换一，左边暴龙换了一个，二换一，维克托，但自己也是就失血了，带着血量无敌，嗯，外面在扶人吗？稳一点，啊 VR， 哇，死路的这一波。他好像5发没有换弹，就用了4发，还点绷带都不错了，感觉。是的，那个 GX， 这波好像是天路的车队，骄阳被正南给打了下来，好像骄阳是一个人在外面探点啊，结果被 GX 正好抓到了。哎，哦，这个火哇！没有，没问题啊。没冰带了吗？这个血太惨了，是要冲啊，要冲啊！这个火的问题是要冲。是的，来了。这盆血量很低，是的。但是侧翼索尔这个小窗口的位置是给了这边很大的压力，一滴血。哎，我觉得还是少了。是的，人还是少了。Hero 跟 FTY 打起来了，而且是连狙。连狙距离啊。这个好像是 FT， 划到了 FM 的脸上。 这个没想到，划了个寂寞。但小鹿这个位置需要队友帮一下。哦，这波要打正面团吗？被压叉打掉。而且这个位置很尴尬，没有任何掩体。小鹿只能尽可能的往回爬，原点尾声没对过。哦、好准，只能说是 FG 好准这波。哇、哦，压叉再用雷。小海。 我出现还影颜色，这样的话，FM目前前期只剩最后一个。暴龙松拳了，1打1。是的，1打1。十七打了Spear，还是连狙打的？嗯，哇，这个一滴血本来在扶人的时候赶紧去松手，往回退，还有雷，5秒最后雷可能会很致命啊！直接弹到头上。血量太低了。是的，他是要打了，但是那个全是残。 但是，就这个时候摔倒了。下车的速度有点快，他是直接拉到了右边那个毒房去的。但他倒在了一个补救的位置啊！哎，没开门。这想的有点多了，大过点想推门进去，被对方抓到机会，人没补掉，反而自己捐进去了。而另一侧，比奇也是选择要来到彩虹楼的附近，估计是放到了附近。 是，哎，萨萨补掉了，想给队友开门。素九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可惜，只要他被萨萨看到了，他不然倒的时候没人看到的。对，车翻了，车翻了。看来大家都有翻车的问题。是的。GX 听着这个车弹过来，哇，这个很悬，但是还是被刺到。他的走位逼出来了。 啊，这边拿了很凶，有人拉近点人雷，对，不是这个位置的地形，告诉你们，现在去不得啊，兄弟们。<笑>这沟壑真的是三阶段去了，真的谁去谁死。嗯，放弃了吧，战术性放弃。屁股后面应该是响枪的。嗯，因为有城区，所以说大家可待的地方。 大家干拉一定要封南部，自己枪线，封了要吸烟的。我身上拉枪拉掉。是的，那好像也跟队友有集火有关系。然后北部的话，拉过去了，有车，去乙了。有人去乙了。但是侧翼有人，他的整个左侧是完全放空出来的，这边已经贴到近点了。这个位置我感觉没了。啊，确实很难啊，这边枪法这个协同是全部拉开了。 是，看歼击巨幅17。歼击在外面，是的，歼击巨队伍在外面。他这个路感好像暂时是抽不到什么靶的，现在城内应该是要互肥了。但如果刷水太爽了吧，我还是觉得要往右边刷比较好。往右边刷，肯定 GX 歼击都会吃大分啊。是的。但是北边还是队伍就是巨幅，巨幅现在是冲。 看一下他的角度，往南部绕过来，这个方向，没有停，没有减速。
没错。但是 SR 在断后的时候，最后一辆尾车是被 FTI 给接下来，却将胜利放在了眼里。最后一个 Sivir 一点一点不着急往里去探。经济这边好像车有车队，这是软把一个人过来，是的，过来送分，想抢这个电塔，不给机会。是的，分被十七拿下。哇 ，USC 去偷了天霸的家，意思是，不，他也想去这个坑，但是他只有两个人，只能搏一搏。他右下角多少枪？他这个雷，他这个雷扔出去了。还行，炸倒了也能救，炸倒也能救，因为整个东侧都没人了，补不掉。经济真的可能活下来了，已经。对。这样的话巨幅舒服了呀，这个坑里能吸制他的队伍就不多了。现在前期看一个后面的队伍，后面的机甲队伍追分，然后的这个分数已经因为70多了。是的，现在对于巨幅来说的话，就是看这个圈会不会给他再刷到这个圈边上，或者圈就是圈里。是的，要不然他下个圈圈。VST 被 Pyro 抽过， Pyro 知道他应该会稍微的架一下，看有没有击倒了，有机会吧。因为 KDF 也是这个进圈很难的一个大户啊。VST 拉车了，三人一车往北边去拉，然后瞬间蹦。但是美咖被蓝轩电倒了，这个确实是有点伤了。他没有想着碰，他反而是想开车往北边去绕一下，干了点蓝圈，好像是。对。侧线。这个、过来三个了，打一个，来打一个 ，Pyro 最后一个人，小左架不住了，这个小左位置已经被锁定了，全过来了，而且还可以，而且还在尽力的往小左的防区去爬，是的，还是被没给他机会，被 K 了 ，FTI 也过马路了 ，FTI 贴到了实习的外面，这边直接换上了 DBS 了，是的，他现在跟巨幅共用一个反斜，是的，哦、小北直接被放倒。一换一，直接射了一颗雷，直接将威尔给炸到。是的，旺仔手上这可是大杀器。是的，一打一，不用开镜啊，就直接左键。用火封你房间的走位。身上还有三颗雷，一颗燃烧瓶啊。巨幅在冲 KDF， 现在没有第三方的一个干扰，先分出一个胜负再说。KDF 其实有点被动啊，虽然说唐昊被补了，但是哎。这个烟正好散了，是的。哇，巨幅只剩最后一个 ，KDF 这一波反打，这也太伤了吧！是的，是小杨，我相信小杨。架不住雷，雷少，没办法，巨幅雷少。本来其实 KDF， 但现在存活的 FTY。独狼，然后像天霸满编，PCL 的队伍没那么多，他就没有贴边切。但现在有个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天霸他现在在这个圈边的位置和 KDF 这边差不了太多，所以说确实可惜。先要一个。KDF 的目标很明确啊，是他一个人分在外面去给彩虹路压力，让你们先打护锤，三个人卡住南壁，卡住南边，又是 DBS， 是吧？这现在场上好像两把 DBS， 是的，是吧？三方混战来嘛？是，现在三方混战的话，就是说微掉分出一个优势劣势的话，那其实旺仔对于天霸的影响会大一些。是的，我知道。再来一个排另外一个房间。他这个折角能给黑和雷就是排两个小房间，然后黑了那个房间更小一点，直接就吃了个满雷。对，啊，黑文一道白光，以为自己上了天堂。我真的不能乱动，这个烟里面走一步就是火。真的是。这自己的雷。那没有办法，没有火有雷，还是自己的。我的一个打法。是的，但这个燃烧瓶对于旺仔来说可太致命了，没法动，要付出代价的 KDF， 能不能补了呀？补了才觉得安稳一些呀，不然他直服。他顶了一波，然后吃了一波天霸的手雷，枪零数直接被放倒了。烟的过点控档期。是的，三打疯了吧？晕个屁！现在直接给他出枪了。就是烟快要散的这一刹那。
直接盲开，崔七一，拉屎哥直接被放倒。崔七幺，崔七幺，我七七，七七的幺八九七，这就是想要打三一。说实话，你三打是真没那么好打吧？是倒地的往前爬找信息，可以摁一下，可以摁一下，找一个掩体还可以摁一下。一标也能扶。啊，主要是现在 KDF 这边还有一个摁的没有被拔掉。哎，看到了，没问题。是啊，七七这波解决摁了之后，四打三已经锁定在防区了。有火，好像反封住了，一换一，打一个人数多，还有机会。一八九七，又是幺八九七，三打一 ，nice， 七七。